ACP Science 生产的 DigiPrep 石墨消解仪器是电热消解的最佳选择，从1999年开始至今已被大量投放市场，并被广大用户接受和喜爱。这里显示的是24位 DigiPrep Junior 的生产状况，该仪器可用于50毫升的 DigiTube 试管。石墨板块上的钻孔非常的精确滑移，孔径可用于15、50或是100毫升的 DigiTube 试管。从最小的9位到最大的108位，客户对样品通量的不同需求都可得到满足。我们还能为用户生产客制化的石墨消解炉。石墨炉上有一个防溢槽，该处可以防止任何液体流进仪器内部。我们的卓越设计保证了仪器本身不会带来任何腐蚀和污染，做工细致、整洁，最后的检验也被严格执行。石墨消解炉具有完美的温度均匀性，并得到了所有用户的认可。DigiPrep 消解仪可满足对任何样品尺寸和样品通量的需求。ACP Science 也同时生产最高可达450度的高温消解仪器。石墨炉各个角落都具有特氟能涂层，用手触摸可验证涂层的完美无缺。DigiPrep 消解炉上的特氟能涂层确保了即便在恶劣的实验室环境中也能抵御强酸腐蚀，保证了仪器的使用寿命。 DigiPrep 石墨消解仪器具有地毯式的加热器，可顾及石墨块底部的所有角落。仪器的框架以及橡胶垫圈确保了没有任何液体可以直接流入消解炉的内部。 DigiPrep 系统具有较长使用寿命，可以防锈，也可防酸腐蚀。其优秀的设计可以防止样品的污染。一个 DigiTube 试管可以替代数个玻璃容器。 DigiTube 上的刻度线具有 ASTM 的 A 级精确度认证。所有尺寸的 DigiTube 都有试管架死锁设计，该设计能使客户单手开闭试管盖子。热拼板具有非常拙劣的温度控制和温度分布极为不均匀的特性，样品通量也极其有限，而且样品在消解过程中会面对众多的污染源，包括铁锈和酸腐蚀。 DigiPrep 系列是开放式样品消解的最佳选择。触摸屏控制器使用方便，客户可以随意选择他们所需要的消解程序，并可设置最多达三个步骤的消解程序。每个步骤用户都可设置升温时间和恒温时间，并设置目标温度。DigiTube 和表面皿是以质谱仪规格的聚丙烯材料生产，并且在具有 ISO 17025认证的实验室中进行了检测。防溢槽可防止任何液体流入石墨炉的内部。DigiSet 可控制液体的蒸发。 DigiProbe 探针可提供精确的温度显示和控制。 DigiPrep 通风橱和 DigiVac 通风罩可替代传统的实验室通风橱。 DigiFilter 过滤器在真空泵的帮助下可方便快速的自动过滤样品。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关配件的信息，我们的 DigiPrep 配件视频可为您提供帮助。我们竭诚欢迎广大客户浏览我们的公司网站，
以获取更多的信息。